佛光园美术馆的马来西亚东禅馆日前展出了知名音乐人黄一飞一家三口的亲子彩墨画展，以看得见的幸福为主题，带领民众用心来体会。满满佛教经文包围僧人，充满禅意画作，落款的是马来西亚知名音乐人黄一飞。两幅霸气老虎呼应幸运大师虎年祝福，处事无畏，和平共存。可爱小鸡啄米图展现无限生机。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展出黄一飞和太太还有女儿一家三口的亲子彩墨画展，端出45件作品，要带领大众看见幸福。展览开幕式上，黄一飞自弹自唱，炒热气氛。相隔5年，再度带作品来到佛光园美术馆东禅馆和民众见面，展现跟随书画家吴雅红学习10多年深厚功力，也让人看见音乐才子放下吉他，拿起画笔的不同面貌。原位是马来西亚任家龙综合报道。